1991年7月3日，雨辰出生，早产3个月。1992年1岁，医生发现雨辰发展迟缓，眼睛弱视，开始多年的复健过程。1993年2岁，学会坐与爬，开始穿矫正鞋，并使用助行器练习走路。1994年3岁，眼睛因为需要矫正斜视而开刀，并且开始接受水疗。2000年9岁，进行矫正的开刀治疗手术，拆掉石膏的2个月后，开始学习跆拳道。2004年13岁，至希望马场接受马术治疗，并且开始学习散打武术。2006年15岁，雨辰在日本的马术比赛上第一次遇见马路米。你第一次喜欢别人是什么时候啊？你喜欢他喜欢了多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他什么时候在你心中种下了一颗深深的情种，让人觉得很怀念，一直到现在都还无限的怀念呢？我是在2008年过去日本比赛的时候遇见马路米的。请问你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是在什么时候？我高职2年级，17岁。是5年级。哈哈，太久了，已经记不得了。你喜欢他多久了呢？后来算了一下，大概前前后后，5年有了。对，我喜欢他的3个月就结婚了。不是我年纪大，是我已经糊涂了，头脑不清楚了。那现在的情况是说他可能不知道我。那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想起我，或者说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你在心里有一个可以想、可以关心的人，这样都好了。至少你还能够默默祝福他吧，对不对？我会觉得说，我要精进自己，我可能才会跟他相称啊。我还去学了什么空手道啊。日本的很多东西啊，像是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比别人，不能够说我比别人，更关心还是怎么样，我实在没有那个资格这样讲。可是我会觉得说我想要更尽心尽力去做。它改变了很多事情。简单的一句讲，我英文程度不好啦，可是我还是想要讲。He changed my life, really. 我觉得马路米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像日本卡通里头走出来的人物呢。他的脸看起来圆圆的，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那个眼睛细细长长的，然后他鼻子也小小的。他感觉很特别。2008年17岁，在日本第三次遇见马路米，收到马路米赠送的红色围巾。因为爱上了只见过3次面的日本女孩，雨辰开始学习日文以及关于日本的一切。2012年21岁，雨辰开始学习空手道，却在北海道的旅途中将马路米的红色围巾遗落在水花纷飞的日本。红色围巾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却又从台湾回到日本，希望这条围巾能回到马路米的手中，连同雨辰的思念永远留在他的身边。